弟弟，你是在喝牛奶吗？嗯，哎，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在玩牛奶。哎，认真喝，认真喝，认真喝啦！你是喜欢把它吹成泡泡样子来吸啊？哎呦，来，这个是高品质的牛奶，知道吗，弟弟？你这个喝了之后，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钙，可以长高哦。所以你要多喝牛奶，好不好？听到吗？会变胖哎。不会啦，不会，它会长高。变胖的是甜点、零食那些才会变胖。你喝牛奶是长高的，知道吗？长高而已，对，只有长高而已。长到巨人那么高。可以啊，你长巨人那么高，白会为你感到开心的。可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喝啊，这样子，你看你年年都流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牛奶都流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全部都是。哎呀，好吧，认真喝，认真喝。